气道异物梗阻的表现是什么？哪些人容易发生气道异物梗阻呢？气道异物梗阻的表现，第一，如果异物仅仅停留在一侧的支气管，那么人会出现咳嗽、呼吸困难、气喘的症状，还可出现单侧肺气肿或者肺不张等支气管阻塞的症状。如果异物在支气管中停留的时间较长，就可以出现感染的症状，反复的发烧、咳嗽、咳浓痰。若异物长期的压迫支气管弹性的结构会受到破坏，导致支气管扩张。最容易发生气道异物堵塞的是儿童，多见于1到3岁的孩子，尤其是3岁以下的幼儿。另外，患有某些疾病，比如中风后遗症、肌无力等，导致气道功能保护功能较弱或者长期卧床的人，其吞咽和咳嗽反应较差，也容易发生气。